主料：火腿400克，辣椒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火腿肠切片，辣椒切丝，葱姜切好备用。锅中热油，加入葱姜辣椒炒出香味，加入火腿肠翻炒均匀，1分钟加入盐就可。装入坛中，烹饪技巧：火腿肠要炒的变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